来看到马英九总统，他在结束布吉纳法索的访问行程之前，突然就宣布将金援布国100万欧元。主要的理由是哦，因为这个布国北边不断涌入马利难民，而为了人道援助，马总统决定紧急金援。 签署台布两国联合公报，马总统在当地受到尊贵的欢迎。临去前，突然有重要讯息公布：昨天又有2000位马利的难民进入布国的北部，使得难民的总数呢，对，现在已经接近4万人。 那么这情势呢是越来越严重，因为难民不断涌入，对本身经济就已经拮据的布吉纳法索来说是沉重负担。马总统决定人道救援，中华民国政府决定提供最多100万欧元，100万欧元来帮助布国。 因应这紧急的状况。事实上，之前为了难民问题，我政府已经援助过60万欧元，如今再加码100万，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对人道救援的关怀。东森新闻，汪潘吕世奇在布吉纳法索报道。